次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你们的普通话水平已经超越了幼儿园，不是，已经非常高了，非常好，不错不错。其实美国人那种性格应该有康巴人的性格，康巴人是世界上最喜欢自由自在、最喜欢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民族。所以我觉得我跟你们应该有共同点啊，因为我们不喜欢压抑，喜欢自由自在。高原。